朋友们，当地时间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日，由德国伊萨尔航天公司研发的光谱火箭，于当天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发射后仅三十秒即坠毁。此前，原定于三月二十四日进行的首次尝试发射，因天气原因被推迟进行。 光普号火箭高二十八米，该运载火箭可搭载重达一吨的有效载荷，未来将用于将中小型近地卫星发射入太空。德国伊萨尔航天公司是德国航天初创公司之一，虽是私人公司，但却获得了北约创新基金七千万欧元的注资。此外，还有众多私人或其他公司注资，比如前 SpaceX 领导 Ballant 伦 l t o n 美国一些风险基金、德国保时捷汽车公司、巴伐利亚资本等投资人，该初创公司共筹集到四亿欧元，应该是不缺钱的。伊萨尔航天公司位于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该城有一条河叫伊萨尔河，所以估计该公司的名字取自该河流。在发射失败后，该公司高层表示，首次试飞满足了我们的所有期望。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实现了完美的起飞，并进行了三十秒的飞行，甚至能够验证我们紧急终止发射系统是完好的。欧洲航天局局长阿什巴赫也表示，成功脱离发射台，并已获得大量数据。伊萨尔航天公司会从中吸取宝贵经验，永不放弃，继续前行。哈哈哈，朋友们没，没关系啊，欧洲人也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的哲学。 瑞士的《苏黎世报》更夸张，它的标题为“光谱火箭是欧洲航天事业的里程碑”。总之，不仅是德国人，欧洲人也相当重视此次小型运载火箭的发射，因为这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局势下，欧洲人试图摆脱美国影响力而实现欧洲独立的一小步。大家回想一下这些年世界各国的航天计划，就会发现几乎是中美两国的天下。 另外，印度、日本等国也有一些动作，而欧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美国那边，除了马斯克的 SpaceX 有所作为之外，美国的 NASA 以及美国波音公司也乏善可陈。美国那两位宇航员被迫留在国际空间站大半年，差点命都丢在那里了。国际空间站其实就是当年苏联的遗产，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它称之为所谓国际空间站。 只不过是为了挽回一点自己的面子而已。其实啊，西方最在乎的就是面子，为了他们的面子，不惜吹牛皮、放大炮。记得几年前，当中国首次从月球取样带回地球时，德国媒体或者德国人酸溜溜地说：“这有什么？人家美国1969年就载人登月了，你中国只是机器人取样而已，所以还是美国爸爸牛啊！而且中国搞航天就是面子工程。” 而西方搞就是为了科技，但这就是这么奇妙。现在科技进步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何美国及西方搞不出自己的空间站，而要使用前苏联老掉牙的空间站呢？为什么美国再也找不到昔日登月的资料了呢？为什么美国现在没有登月能力了呢？既然德国那么牛逼，而且不缺钱，为何到现在为止造不出自己的运载火箭？还有呀。 中国已经建好了自己的空间站，德国媒体每次都会说中国的空间站比现有的国际空间站小，而且是基于前苏联的技术等等。总之啊，就是中国的空间站不怎么样。当然，他们绝不会把中国空间站内部井井有条、干净利落的布线与国际空间站那那乱如麻的布线进行直观比较的。更为讽刺的是，既然航天如此容易，为何到了二零二五年？ 整个欧洲都为德国这家初创公司试射一个有效载荷一吨的中小型运载火箭而欢呼雀跃呢，并且明明总共才飞了失败的三十秒，而且爆炸了，但仍被称呼为对欧洲是里程碑式的进步。说白了，还是欧洲人航天落后了，特别是德国人落后了，后继无人，理工科人才匮乏，大家都去搞什么环保呀，去搞意识形态去了，明明失败。 还称之为成功，那不就是丧事喜办吗？这与当年南朝鲜人的“半个成功”的说法如出一辙。好，朋友们，咱们来看看德国媒体《世界报》的报道：两极光谱火箭伊萨尔航天火箭在成功发射后不久坠毁。周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左右，光谱号火箭按计划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点火，但仅仅几秒钟后。 巴伐利亚新创公司伊萨航天公司计划已久的试飞就又结束了。德国南部伊萨航天公司的光谱火箭进行了首次飞行，持续了约三十秒钟，火箭随后坠入大海。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丹尼尔梅茨勒称，这次任务非常成功。另外两枚火箭的研制工作已经开始，伊萨航天公司正在为下次发射做准备。 这次发射于周日在互联网上进行了直播。此前，由于天气原因，发射曾多次推迟。中午十二时三十分，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发射场升空。据梅茨勒称，这次试飞达到了所有预期目的。我们的发射干净利落，飞行时间长达三十秒，甚至还验证了我们的飞行终止系统，收集数据和经验。据伊萨航天公司称。 试飞的目的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和经验。试飞取得了成功，由于采取了严格的安全预防措施，航天发射场的人员始终是安全的。好，朋友们，接下来这个十七秒的视频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而这个视频呢，只是其中最毁的几秒钟。我们接着往下，火箭进入轨道的可能性已基本被排除。一位发言人事先强调说。 过去从来没有一家公司能让自己的第一枚火箭进入轨道。他说，火箭可能会爆炸，甚至有可能在试飞过程中爆炸。三十秒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德国航天的开创性一步。德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负责人将这次任务描述为德国航天的开创性一步。这次对德国制造的高度复杂的火箭进行了测试，获得了大量数据。 这将使我们能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说。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德国国家航天计划需要五亿欧元，欧洲航天局需要六十亿欧元。今年秋季在德国举行的欧空局部长理事会会议将指明前进的方向。欧洲必须确保其太空主权，除了埃隆·马斯克的新链之外，别无选择，也不应该有其他选择。两个首次，光谱火箭长二十八米，直径两米。 根据目标轨道的不同，可携带的商业载荷，航天术语为有效载荷，在七百到一千公斤之间。好的，现在看看德语区网友们怎么看他们自己的火箭发射的吧。第一条评论：我们现在在嘲笑这件事，并假装火箭坠毁是完全不正常的吗？我们被许诺建立新欧洲，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诺言是如何被打破的。 除此之外，继续前进，因为这样的崩溃是实现目标的一步。德国知识点评，老实说，我觉得这个人说话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好，继续往下。如果火箭在发射后不久坠毁，就不是一次成功的发射。再往下，这是有趣的视频。我希望他们在发射前在试验台上对发动机进行了足够的测试。 在我看来，撞击时火箭上还有一些燃料，也就是说，发动机由于某种原因耗尽了燃料。如果火箭上有足够的传感器，并在飞行过程中将数据发送到地面，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最后一次损失，因此，请分析所发生的一切，得出技术结论，然后继续前进，不要气馁哦。 下一则，祝贺首次发射，并获得了新的见解和数据。这就是当今开发工作的方式，不是经过一百年的开发而不进行测试，然后得出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迭代，而是通过迭代。所有在这里批评的人都是不懂得或者从未尝试过任何新事物。伊萨列航天公司很快就会成功的。这是跟贴。 但该项目的环境特征是什么？所有试验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关闭了核电站，还需要火箭试验干嘛？再往下，考虑到中国、印度和朝鲜等国拥有先进的火箭技术和合理的登月野心，这有点可耻呀、啊。下一则，如此成功的发射，所以这是伟大的成功。许多新型火箭还没有起飞。 就在地面爆炸了呢。继续往下，没人需要一家巴伐利亚火箭公司。一方面，巴伐利亚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可以让他们向那些天真的选民炫耀自己有多么伟大。另一方面，我怀疑这家公司正在赚取大量纳税人的钱，可以说是双赢吧。再往下，太棒了！发展就是这样的，失败。 分析、改进、再试一次，为下轮发射加油吧！这是刚才的跟贴啊。第一次登月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还要从头开始？下一次。嗯，火箭坠毁很适合我们的国家，很多事情也会崩溃。继续往下，它坠毁至少是二氧化碳中和的吗？ 再往下，不要气馁，开发新的、更好的东西需要时间、金钱和从挫折中学习的能力。如果你想让它变得简单，你所要做的就是复制已经存在的东西，这也是存在的。再往下，这不是失败，而是迈向成功的一步。继续努力吧，亲爱的伊、e、萨火箭建设者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好，朋友们，刚才看了不少网友评论，大多数人还是非常理解德国这次火箭坠毁的，非常的理重客，也就是说，现在理重客的德国人比较多。现在咱们来看看 X 平台上德国电视一台官方账号对这条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德国真的还能做些什么呢？下一则。 埃隆·马斯克可以逆向停放火箭，而我们却无法升空。再往下，德国国内的情况正变得一团糟，但最主要的还是投资于这些垃圾，因为你清楚的知道，你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美国或中国，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忙于应付那些觉醒派垃圾。再往下，他发射了，这是信号。 这在欧洲本土还是第一次。德国新闻只关注负面的东西。下一则，发射是成功的，而且是从欧洲本土发射的。这是伊萨航天公司的第一次发射，所以它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很多人似乎都忘了，SpaceX 在起步阶段也有很多失败的经历。下一则，但把气候重力写进德国宪法。 这样满足了绿党邪教，就能为其朋友们服务了。乱花纳税人的钱，可能是他们唯一擅长的事情。继续往下，火箭坠毁是早就预见到的。再往下看，这是德国高质量的杰作吧？下一则，朋友们估计啊，这位网友他是克隆德国经济部长的账号。 现在他是在讽刺德国，他说：“我们如此接近马斯克呀！” <laughs> 下一则，我们不是引进了数百万优秀的技术人才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下一则，航天中心在挪威，我还能说什么呢？希望没有驯鹿受伤，二氧化碳排放得到了控制。下一则。 最好请教一下埃隆，他很乐意帮忙的。继续往下，德国究竟怎么了？终于有好消息了，那就是我们也造出了自己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而大家对此的反应却是：反正别人能做得更好。抱着这种态度，我们这个国家是无法向前发展的。继续往下，德国科学家们应该向这枚火箭的主人请教。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是埃隆·马斯克他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再往下，肯定是普京干的。再往下，这是绿色经济奇迹的其余部分。哈哈哈,哈，下一则，评论区也可以理解为智力测试。下一则。 新火箭首飞出现问题是常有的事，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错误，解决它，然后再次尝试。好，我们看这一条评论，这是突破吗？更像是无能的证据。好吧，刚才大家看到了啊，以上评论中有讽刺的，有打气加油的，也有感叹德国的技术跟不上中美两国的，这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德国人的意见吧。 至少他们不敢说中国技不如德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